今天头一天收玉米，也是头一天下炉子，有点冷了，炸的小炸鱼儿，这头一锅已经出锅了，第二锅还在炸着呢，一会儿来点高粱的。炸好了一盘小炸鱼儿，今天还是个收获的日子。现在那个苞米一场地合22000斤，过22000啊，就是丰收年了，22000到24000，过24000就大丰收了。呵呵，为了庆丰收，那得整点干粮的，呵呵，来根干粮的。哎呀，小炸鱼儿，也挺长时间没吃了。哟，哎呀，怎么每次到的感觉要到多呢？庆祝丰衣，庆祝丰收，白家喝的，来一个。来了一杆，再见，香酥香酥的。就是说这个鱼长这么大，不是一口能吃好几个。挺好，再见。